今天要回 Davis 搬家，每次经过这里都超臭，这一整片全都是牛。我到 Davis 了，你要入境吗？不要。没有，先回家，我们先来买牌，因为每次我们都会一起打牌，但是我今天牌竟然忘了带，所以现在直接过来那个桌游店，就再买一副，那副没有很贵，所以可以就买，没有关系。今天午餐要来吃我大姨的爱店。这也太便宜了吧！这整个猪肋排才10块美金哎。开心，我现在对景很好看，这就是我在大学旁边租的房子，然后我们学校是从2020年3月的时候开始变网课，因为疫情嘛，我那时候合约已经签了，就要签到我毕业，所以我整个从2020年3月到2021年9月都是缴白房租，然后就很浪费钱，我还在台湾，我这边房租还在缴。对，然后我这次回来就是我打算回来个4-5天吧，就把这些东西给搬走。这当初是我朋友帮我贴的，我这次回来还以为可以找他玩，结果他回大陆了。我吓死我！我刚刚一直在录那个，我都忘记我要上课。对，我现在就是我要上那个 CPR 执照的课，既然是网课哦，因为他们说疫情就不让我们去，就是本人到嘛。对，所以我现在在。现在9:17，我9:30开始上课，我是不是应该设个闹钟？我这样一直录，然后就等一下就错过了。我还没开始上课，就刚刚突然那个老师开了这个 meeting， 吓到我，我还以为开始了呢。And so I'm practicing my CPR and basic life skills. Okay, sounds good. Welcome and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new appointment. 还要讲话。And then we have Eden Lee. Hi. Hi, Eden. Hi. I'm doing this class because I'm applying for occupational therapy school and practice some CPR skills. 好，我现在要去买我的午餐，因为我2点多都还没吃饭。买到我们的午餐了，好，你们现在都看不到。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买。真奶，过马路。我刚开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学校，就是看到学校的里面，然后我就整个很怀念。但是我现在就不进去，因为明天有很多时间在学校外面拍照。这在台湾大概75%，50%-75%，真的很甜。食物蛮可爱的。它真的很大一碗，这个每次我吃下去，然后晚上就不用吃。然后这边是 salmon， 然后这边是 tuna， 就尾鱼跟鲑鱼。然后这个脆脆的东西我超爱，超好吃。好了，我要开始我的食物了。现在我要继续来整理我的房间。
堆积如山。然后刚我发现这件衣服里面竟然是衣服中衣服，这一定是我以前冬天很冷的时候穿两件，然后回家就很懒，然后就一次两个一起脱。我们这边又火烧山了，你们看太阳都红了。我现在我现在要去找我朋友的路上，然后我还没开始烤肉，我整个人就被熏到不行，外面空气超糟糕，然后就搞我眼睛很痒。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所以我的进度就是先把家具都给拆了，然后明天就最后一天嘛，然后再把他们都搬出去。今天进度就到这边，我把床架也拆了，桌子也拆了，我今晚就先睡床垫，然后这边还有一堆杂物。搬完了，我等一下就要准备回南家了。我会想这个房间的，我好久没有看到它这么干净了。